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 啊，今天呢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呐、啊。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昨天呢我们。 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呀、啊，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啊，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 可以说，很多人呐、啊、都知道，佛门呐、啊、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 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啊，有观世音菩萨啊，甚至呢啊，也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呢、啊，这个儒释道啊，这个三教啊，可以说。 都融为一体了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啊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啊。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啊，也看到呢啊这个道士啊带团啊去参拜、啊、道教团体。 啊，另外呢，这个喇嘛啊啊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呢、啊，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啊、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 啊，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这个很多人呢、啊、也都听过啊，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 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佛门啊，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啊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啊最深。 几乎啊，有很多经典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都不会缺席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呢，啊，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 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二十八品“大势神光”啊、第二十八这一品，这一品经经文呐、啊，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啊，观世音大势至。 啊、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啊，急就是紧急的啊，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啊，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了。 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就非常需要了啊！你看看啊，我们人啊，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 菩萨来帮忙了，啊！你看这个虚云老上啊，他从上海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啊，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三年，啊，这个路途当中啊，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啊，病倒了。 啊，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啊，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也找不到救护车了，那救护车也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舞台啊，文殊菩萨啊，变了一个老人啊，变了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 啊，病给他照顾好，那个人不见了。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啊，当时啊，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啊，啊，把他这个病照顾好了。这个虚云老上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文吉。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五台山山下。虚云牢上。 朝山拜到五台山呐、啊，去打听这个人，啊，那问不到啊。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啊，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啊，就是文殊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他在路途当中啊，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来帮助他。 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啦、啊，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啊，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呐、啊，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啊，我们就要想到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 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啊，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啊，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啊，是。 修学这个法门啊，的一个代表啊，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在修因呢啊,啊。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啊。这个学弟了啊,啊，他是学长啊，我们是学弟。 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啊。学长毕业了啊，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啊，那么学长一定会啊、呃、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 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证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啊。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看作是某一个人给他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想法就错了。 那么在电影演的哈，我们当做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跟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啊，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做故事看啊。跟大家结结缘呐，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 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啊，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观世音菩萨。 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 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呐、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啊，这个是。 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 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 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呐、啊、有帮助的，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啊，多一个人念就多一分的力量，啊，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啊，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呐、啊、去念，啊，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 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啊，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啊，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那那你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 呃，就就帮不上忙了啊啊，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啊，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啊，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了啊，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啊，自利利他啊，是一不是二。 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啊。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啊。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是人。 这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啊，那怎么才叫圆满呢？ 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啊，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啊，广大是一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啊。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觉得是广大圆满无碍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啊、这个。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见虚空变法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说心什么多大了。 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呐、啊，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啊！不要说一个地球啊，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啊，缩的那么小。 啊，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啊，他没有想到别人啊。如果会想到别人，好、啊，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了。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欸？先生想他的啊，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 啊，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啊。那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 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变化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呢，佛在大成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 分别执着，原来他都没有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 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啊，想到一个团体。 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球，哦，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啊，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 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亮州杀戒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呢、啊，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 所以我们学佛了、啊，没有别的，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呐、啊，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做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 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死。啊，不能顿死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 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 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啊，那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好，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 啊，然后呢，在舍这个身内的啊啊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啊，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敬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 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啊，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知我哪里有钱呢？啊，张家大师呢就问他了，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啊、他这个有了，他說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 布施嘛，先死了。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欸，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 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了、啊，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那不敢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穷的果报。 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它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不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啊，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的、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也会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 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啊，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出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上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啊，他哎就有感应了，哎，他需要。 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哎，自然就有，自然就有。啊，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啊，那么修到后面呢？ 啊，它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在布施，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啊，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啊，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啊。 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如报。他对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 有我布施这个我啊，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东西，这个叫三轮体功，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呐、啊，那就消千劫之罪了啊。这个要修啊，修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你这个业障啊就消得快了。 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啊，就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啊、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就是修布施。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啊，修到底就成佛了。 啊，《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了。嗯，啊，一部《金刚经》啊，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啊，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 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啊。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啊。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啊，着了相啊。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啊，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受执相。 啊，受制子时间呢很长，啊，就是放不下了，啊，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受执相，啊，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啊，执着啊，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 我执来的啊，照这个贪嗔痴啦，啊，贪嗔痴嘛，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啊。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 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疑涅盘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就四大类胎：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生是最最舒服的，最痛快的啊。胎生是最最苦的。 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还有卵呐，像鸡蛋呐、啊、鸭蛋那个啊，鸟蛋那一些都卵生的，啊，湿身呢，像那个蚊虫啦、啊，啊，这个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生它是变化生的，是最好的，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啊。 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疑涅盘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这一句你会了，你会修了。 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 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一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 啊，这个是画出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淡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句就是我们超越的。 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同时舍，那你就见性了、啊。 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一句啊，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 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种对立呢？因为我值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呃也要知道。 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啊，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学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 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啊啊，这、就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那么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下手。 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啊，先采用劳上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啊啊，慢慢的、啊、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啊，这个心呐、啊、本来就很广大。 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啊，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了这个经题呀、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啊，大家共同啊。 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他本来他的心体呀、啊，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变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 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它本来它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了，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这个地球它自己会说。 哎，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这个是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有没有？哎，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 那人去给它分别出来了嘛？你人去给它设定了嘛？呃，这个是我的，我等下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啊！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它它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 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它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度啊，六道法界，它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他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啊，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 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了。 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啊，自然能够修了、啊。啊，从李靖诸侯到随这个这个这个普皆回向啊，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 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哎、欸，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呀、啊，哎、欸，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啊，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 大慈大悲啊，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啊，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他为什么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他没有界限啊，所以他对众生的帮助他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 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嗯，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对,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呃、啊，跟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 啊，这是众生的爱言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他这个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他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 啊，完全呐、啊，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婚厌亲啊，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宴亲啊。那么有宴亲呢、啊，就是有四相啊啊，才会有宴亲，没有这个四相啊。 那都是一体的，啊，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 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换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提呢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是讲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啊，以这个心呐、啊、为总持。 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提。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啊。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色长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 啊，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呐、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呐、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圣人呐、啊、他的眼里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 啊，像《左传》呐，《公羊传》《谷梁传》，这贤人啊，圣、啊、人,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啊，这个这个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呐、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 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经”就是真理，哎，它是不能去改动的。 称为经，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 印度啊，那个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然后用线呢、啊、把它穿起来。 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呐、啊、他们。 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呢、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啊、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啊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这四个意思。 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呐、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意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 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很多有条不紊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素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 啊，佛经啊，它有四受力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念念念，啊、呃，你你这样念了、啊，啊、呃，你也念了很久，啊，重复的念也不累，啊，那这说明了它有四受力啊。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 哦，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啊，你也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它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啊。那么过去呢，有人翻译这个佛经啊，啊，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 啊，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十年前呐、啊，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嗯，人家翻一翻，看你看了、啊，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啊。啊，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啊，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啊。 到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试验呢，啊，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啊，我们现在做善心的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个文言呐、啊，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啊，文言呐、啊，它那个意义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 潜水一样，无穷无尽啊！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啊！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啊！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啊？比较喜欢。 一试就知道了，啊，你那个翻力啦、啊，你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他尝不到华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心念，一天还念三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哦，每一次华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啊啊，都重复在念那个啊，也没有新的啊。 为什么大家念的那么喜欢啊？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啊，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当然不会了。那是、啊、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啊，色就是哎，它有吸引力。你每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哎不同、啊。那你就当然。 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的嘛，啊，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啊，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刚开始或者你念的枯燥无味，念得很痛苦，但是哎，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啊，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啊，刚开始一念很欢喜。 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啊，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他、啊、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他慢慢越念越欢喜。哦，我念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试验啊，试验。 包括我们唱念啊，这个换背也是一样。那个佛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换背啊，失传了、啊。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啊、呃，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啊，但是不是不是那个换背的标准啊？但是我们也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啊，那个换背的，那个换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 就这个换背一念了、啊，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啊，心烦的不得了。这个换背一唱一念，哎，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呢、啊，马上降温，它就有这个效果。啊，我现在在研究这一个，啊，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来听。 哎、欸，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个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啊、以前的那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 啊，以前的老歌啊，哦、呃，是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了，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啊。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啊。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换背这个唱念啊。 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啊。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 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他会生烦恼，他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哎蛮、欸、不错的啊，很喜欢，但听听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啊，因为他那个歌的内容是引起你烦恼心锁的。 啊，那我们凡呼啊，就会生烦恼。如观音菩萨听就不会了。观音菩萨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连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呼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 啊，所以我们上十训练了、啊，天天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我练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啊，还继续念，啊，就是哎，他就是每一次念他有感受不一样啊，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啊，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数。 啊，你能够做惯了、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了、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片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色受的力量啊，经它有色受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 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啊，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啊，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那那改变呢？ 它不会改变的，啊，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啊，啊，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呢、啊，三千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三万年后。 三百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长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他方世界，都一样啊。所以这个超越空间了啊,啊，超越时空啊，这是长的意思。 啊，那么法就是规则了，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 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要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啊。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啊，像这个圣人。 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啊，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 民国成立到今年一百年了啊，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啊，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啊。因此啊，在上个世纪七零年代，英国汤恩比啊这个历史学家啊，他就提出啊，二十一世纪这个世纪、欸、这个世纪啊。 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啊，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他早在四十年前啊，就讲出这个话啊，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他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 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啊，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啊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和平，啊，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啊，是一天呢、啊、比一天乱。 无法达到和平啊！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呀、啊，它也超越时空啦、啊！啊，但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啊，那都适用各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呐、啊！啊，这个道理啊，放诸四海皆准。 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啊！啊，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你遵守这个。 本来这个法则啊，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 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啊，发明的很多啊，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那就乱了，啊，这个就是没有依法，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呢、啊，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啊，唐西天竺沙门觉凡达摩一。 啊，那么这个翻译的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代。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 啊，称为天竺国，我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它叫天竺、啊。那么它是西印度啊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族的人。那么沙门呢？ 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 沙门呐、啊，他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啊，这是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么，切换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 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啊第八卷里面呢，有简单的记载啊。沙门切范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一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辞典》里面的。 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又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呐、啊，公元六百二十七年到六百四十九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 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它这个经经题叫《千眼千背，啊，一千只眼，一千只手背啊，《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啊。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 啊、那么这个内容啊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六百五十年到六百八十二年啊，这个三十二年当中啊，又有切凡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 啊，比较慢，大概这个三十年啊，相差时间不是很很长啊。这个是呃，齐幻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是齐幻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以及相同。 啊，那么这个两本呢、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呐、啊，都一样。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啦、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呐、啊，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啊。 简单详细的这个有所每一个法师当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环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六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 六种，那么六种给它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我们就知道呢，原来它采用的印度换文本呢，它是同一本啊。只有《无量寿经》呢，它这个换文本啊，至少啊有三种以上啊，因为它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 啊，这一本有，那一本没有，那一本有，这一本没有啊。那不同的范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他是多次宣讲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啊。那么同样一个范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这个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一部经也是一样。 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啊》呢，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觉幻达摩啊，意译尊法，唐代易经僧，七世纪西印度人，永辉显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一卷，生卒年不详。啊，那么这个记录呢？ 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第二卷《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二啊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啊，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哦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据只有这个简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呐、啊。 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呢，失一人失就丧失了，失去了翻译的人，就翻译人不晓得是谁翻译的都不知道，没有资料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所以这法师虽然啊资料。 不是很具足，但是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呢、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啊，这个应该啊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 出土的了，还有那个时间啊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啊，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啊，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啦，很容易。 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啊，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 那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火烧掉又会烧掉，啊，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它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这是古人啊，为后人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啊，所以用尽了苦心。 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六百五十年到六百八十二年呐、啊。那么这位求恒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 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那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现在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呐、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官的名称呢、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 啊，那么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义，啊，北方这个官叫做义。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义呢？啊啊，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啊，啊，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 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了，是这个译呀、啊，这个这个这个外交官啊，在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译”这个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译”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对外国人呐、啊、交流的官员名称。 啊，那么译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啊，那么西印度求完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 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珞珈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 其作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翻周扎悬列。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啊，那么序分呢？ 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啊。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啊。那么别序呢，啊，就是个别的啊，又叫花取序。 啊，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啊，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发起讲这部经的啊？那个叫别序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文成就啊，第二个实成就，第三呢主成就。 啊，那么第四呢？促成就。第五啊，这个重成就。啊，我们啊，一段一段呢、啊，啊，来来看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闻成就。 啊，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啊，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代啊，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呐、啊，啊，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 讲这个如是我闻啊，这讲的这个如是啊，啊两个字啊，讲了九十天，讲九十天啊，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那那个境界啊，啊我们这个不要说讲九十天了、啊，大概讲九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啊，那没有人要听了啊。 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啊，这个这个讲了九十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啊，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文成就。 啊，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啊，啊，就是如是啊，就是就是这部《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兰亲自听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啊写出来的，是我。 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文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我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 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啊，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它是佛的一时就是。 他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三百三十号三百三十一三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啊，现在网路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时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 啊，不是过时了，啊，如果你记在年历日呢？我那三千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啊，不合时宜，那三千年前适用，我们三千年后根本不合用了啊！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啊，那个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了。 但是呢，佛法啊，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六种成就呢，啊，我们只讲了两种啊，下面还有四种。 这个文成就、实成就，啊，下面呢这个主成就、啊促成就、重成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